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再跟大家分享电影《Morning Glory》麻辣女强人里面的惯用语。今天的惯用语是 nervous breakdown。例句是 Mike Pomeroy is having a nervous breakdown on air. That's kind of big news. Mike Pomeroy 呢，在节目中有了脱序的演出了，那可真是个大新闻啊！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nervous。除了呢，有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就是紧张的意思外呢，还可以被解释为这个神经质的意思哦，是哦。再加上这个 breakdown 这个字呢，它本身有这个损坏的意思，所以两个字，从直接翻译来看，就是有神经损坏的意思，那就很容易去理解说他在精神上有了崩溃、衰弱以及脱序等行为发生了，这就是这个惯用语的说明，跟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。